来了，从现在开始为期一个礼拜，为期一个礼拜，我们开始玩中路，你们大概就会看到我的分数会提高多少了。我现在先排中上，如果排中上一直是上路的话呢，我就排中野。我往中路上路就会收，那也没差，那也没差，上路送的比中路送好。最废的火气圈，放娘中路都比较好吃呀。不然你看看我会不会这把会不会吸？伊维利亚，前几天才送一个伊维利亚下去的，这伊维利亚也不例外。我们赶紧送他下去。中秋节你们有去烤肉吗？最近疫情，有时候很想要大家聚一聚啊。但是说实在的，这个每个人对于疫情的看法都不一样。有些人就觉得说，啊，疫情就跟感冒一样，我当没差，我撞上去。很多人甚至自己确诊了，还要去上班，还要干嘛的，就是害人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有些人像我一样这种怕的要死的。多人聚会的话还是注意一下，毕竟现在一天还是3万多人确诊。还是注意一下，那我可能一辈子都不出门了。我还是有出门呢，我只是没出门吃饭而已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快走啊！哎呀，送啊！其实病毒正往轻症方向演化，叔叔也不要过度紧张。我觉得我没有过度紧张，我是很合理的分析啊。又遇到了极品队哦，但我们已经是玩中路了，希望能够好一点。我还在一等，他就两等了。不错啊，小龟龟，耐心等候，耐心等候的龟龟，过来吗？我觉得可以打，好吧，他有点低估我们的实力了，我觉得我们一定可以打的。好烂的中路。再来啊！再来啊！啊！原地一刀，这就是胖娘的威力。这就是因为我们打中路的关系。如果是上路的话，前期估计是不会有这种画面。我直接踩他脸，有可能会被换掉，也有可能炸。我不想打得那么不保险，我走比较安全牌。不到，大力要帮我啦！是游戏中路，这就是中路啊，随便打，随便拿一堆头。如果是我的白痴队友玩中路的话，早就输了。不是中路游戏啊，是上路真的太废了。中野应该差不多吧。上路最废，一个玩10年上路的人跟你这样讲，说服力应该相当的大吧。我一直打上路以后呢，我渐渐会开始不喜欢玩这个游戏。只要我继续打上路呢，我就会开始不想要玩这个游戏了。OK。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你会往后吗？他以为我会往后退，没想到我直接原地站 A， 根本就没要退的意思。他吓死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小看起来还是冰天在搞，没了这么多事情啊？怎么没了这么多事情啊？这个是冰天在搞，不是中华电信。哎，把放下，干主办单位。哦，对了。哇，随便拿头啊，没事啊，我拿头的 carry 几率比较高，尾刀水平。
快走啊。自从改打中路以后，这游戏轻松又快乐。在上路就是倒大霉，在中路就是随便射。队友还是在送啊，没事啊，你们送慢一点，你们送慢一点，这把我能吸啊。胖主播，好久不见，请问现在在聊天室刷机器人会不会被 ban？ 看我心情。还要看看是谁刷的，如果是我们可爱的观众刷的呢，我怎么可能会ban呢？又是一个人帅真好，人丑性骚扰的道理。红心地瓜是免死金牌，听谁说的？绝对是骗你的。直接爆打。这个游戏是中午的时候就是这么样，游戏就是这么的轻松又愉快，所以说实在的根本就不是我变废了，是这个游戏的上路变废了。以为俩跟我玩边线，他应该是打不赢我，不是应该啊，是他肯定打不赢我。哈哈哈哈，可爱，以为俩躲在那，放我吧，直接爆裂。我们要早再打，因为这队友不能没有我，没有我的徽章他们一定会输。电脑配多少钱？不要问我电脑配多少钱，我电脑一定是配到好的那种。但是不知道后果没啊？配电脑要看看你的需求是什么，看你的需求是什么。电脑这东西就是这样，你配了一堆你不需要的配备呢，真的就没有用，你也不用配太好。如果你不需要的话，看到没？这把装备也是一样，一个202，一个101，上路无关紧要，他们两个人随便在那玩，我们中路玩我们的。为什么标题叫网络奇观？因为我就是啊，因为我就是啊。没有钱吃饭了，各位，真的，我真的快没有钱吃饭了。你看我真的最近越来越瘦了，并没有，这个越来越瘦了。拜托了，各位抖内我一点吧，抖内我一点让我吃饭吧，拜托，最近越来越瘦了。喝鸡油有益身体健康。那能喝的鸡油有能喝的是不能，跟不能喝的鸡油，你是说七肯油吗？七肯油吗？该不会是以为你自己有宝宝？你神话装能这样输出，当然可以啊！这游戏谁骗你的？谁跟你说要出神话装的？你被骗了、啊，真的。真的不用接触神话装了。哎，这怎么要750块啊？这通膨也太严重了吧！直接涨100块。看他物价已经在通膨了，连个金怀表也要通膨我。他守一下，三下下去。都去哪了？真空中吗？不被这个人一直伟大。收去真空宇宙中吗？结束喽。希望阿瑟可以正视这个游戏的路线平衡。叔叔晚上好，丢的这个是赞助的机台。希望阿瑟可以正视这个游戏的路线平衡。你看我玩上路有可能玩成这样吗？绝对不可能的，玩100场都不会长这样。这把完全靠我。哎，继续打我们的中路。有些人就觉得徐德利是在害人，你知道吗？有些人就不把这主播当一回事，然后有些人像我一样，这种就是个机能了、啊、我看到徐德利那个操作我就知道他是个白痴了。徐德利猪队友就咪，我们让他这主播知道什么叫做绝望。如果是白痴徐德利玩中路的话，我就输了。徐德利一直打上路以后呢，就变成白痴了。